在左边的地方呢，我们会看到两大的部分：ESL Practice Tests 和 Other ESL Resources。在这个的部分呢，我们看到这有个 Grammar 文法，那甚至会把这个文法呢做成一个学习单，Vocabulary Tests 单词的测验，Video Based Exercises。我想是这一个的单元最大的一个的特色，它就是要去看这个电影的预告片，然后我们来回答一些的问题，Spoken English 来纠正你的一些的发音练习、发音听力的部分。Cities around the world，好，我们当然有一些世界观介绍你城市、一些都市的世界的都市。那在第二大的部分，我们有 ES。L washes 啊，这个英语学习的练习单，在这个部分还有 travel English 旅行的英文，American idioms 美国的片语成语，phrasal verbs 啊，这个片语的动词，US UK English differences。我们知道美国和英国在发音上面有些许的不同。那有时候我们在考试，像多益的考试是不分任何的音色的，音的标准是没有特定的。你有时候可能会听到美式，有时候可能听到英式的哦。所以在这边，它把它标示出来，在英国的英文和美国的英文什么的不同哦。最后还有一个 ESL、EFL programs 啊，希望我们来好好来看一下，希望大家学习愉快。